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围棋课堂啊。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定式在实战中的应用。那么啊，我们讲这一期讲的题目呢，还是腰刀定式。好，我们来看棋盘。前几期呢，我们把这个村镇腰刀的一个主流变化，也就是白棋搬完顶这个之后，白棋在争子有利的情况下下利啊，以及围绕下利的一些相关的变化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简单的再来回顾一下。白棋在争子有利的情况下才能下利，这个是一个必须的前提条件。那么黑棋在争子不利的情况下呢，他可以选择引争。那么白棋一方面呢要防着黑棋引争，另外一方面呢还要防止黑棋弃子。黑棋在外边断了之后，这个定式的得失呢跟全局有关系啊。如果在引争比较严厉的情况下啊，严厉呢并不是说一定要吃掉一块棋，哪怕比如说白棋这里是三三啊，黑棋这样来引争，然后两手这样挡啊，这也是比较严厉的引争。或者呢，就像我们给大家摆过的实战，白棋这样的角，黑棋引争之后可以穿下来啊，这个也是比较严厉的引争。黑棋引争比较严厉的情况下呢啊，黑棋即使争子不利，那边被吃掉啊，也是可以战斗的，黑棋也可以这样选择。那么白棋需要注意的呢是，黑棋除了引争之外还有这个弃子这种可能性，白棋也需要需要小心提防。那么如果让黑棋把外边的官子便宜都占到之后，黑棋即使不引争，就这么简单的弃子这个白棋也并不见得便宜啊。黑棋弃子这边筑起一道后势，这边如果有这个这一带潜力很可观，如果这样的话呢，白棋并不见得满意。但是这里值得大家注意的是，白棋还有反弃子的手法，黑棋要想占到全部官子便宜这个很难。白棋可以先出头，黑棋如果连接白棋再吃掉呢，黑棋就封不住白棋了。那么黑棋如果去吃白棋，白的呢先把气紧上，逼黑棋在这里撞一气啊，走一个这个把自己的气撞上，走一个鱼形之后，白棋再吃掉，黑棋收气可以把白棋吃了，但是呢白棋反弃子把外边吃掉啊，这个图呢黑棋并不便宜。虽然能把这边白棋吃掉，这一串逃自己逃回来，但是外边损失太大啊，这个图白棋是可以满意的。那么除了这个白棋下利，在争子有利的情况下下利，这个在实战当中出现的比较多的比较主可以说是比较主流的变化之外呢这里还有其他一些变招，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但从这里说起呢，白棋这步棋也并不一定顶拖也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种下法。那么在此之前呢在这个时候白棋大飞照过来的时候黑棋
有一步棋，白棋也需要啊。虽然黑的下这个下法不是什么好棋，但是呢，白棋也要会对付它。啊，黑棋这横顶，这个横顶呢，在职业棋手的棋谱里面几乎是没有人采用的。但是呢，这个也许可以说是一个骗招。白棋要不会对付的话，也许会吃亏。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黑棋顶在这儿，白棋如果往下立的话，啊，可能就正如黑棋所愿了，黑棋搬出来，啊，白的如果搬黑棋在场，白棋被分开了，这样的，感觉上，这白棋这个作战比较吃力，啊，下一步呢，虎顶是防断，黑棋往上长，下一步一拐又进去了，白棋不得不这样贴出来，下这样的俗手啊，把这个子给撞伤。这个白棋呢不太能满意啊，要想出头出的舒服还得再贴一下，这个太亏了。如果不贴的话呢，这个头将来被黑棋拐了啊，白棋这个出头还是出得很不舒服，所以往下立被黑棋搬出来，这个白棋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白棋往上长是比较好，往上长，黑棋下一步呢要点是搬，白棋搬下去很紧凑，黑的这时候如果立的话就比较软弱了，白棋就简单的弧顶，黑的如果立，白棋挡下来，黑的还是被分开了，脚上的目数呢也很有限，如果不走的话被白棋点放，脚上这个味道还很奇怪啊，这个黑棋显然不好。那黑棋刚才那个图是不能满意的，那么黑的如果强行切断的话，白棋这个时候呢有两个办法来对付黑棋，一种呢是长，长的话黑棋不能粘，粘的话被白棋一打吃一打就吃死了，那么黑棋贴是先手，这里一打一打要真吃白棋，所以白棋得走，贴完了之后立下，那么白棋冲断，白棋冲断，黑棋当然要逃跑三个子，白的吃掉，这样呢白棋在这边已经很有收获了，黑棋拿这四个白棋呢应该说暂时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没有什么特别严厉的进攻手段，如果这么飞的话白的就走出来就可以了，黑棋自己本身也不安全，所以这个白棋也是比较简明的下法。那么如果黑棋在这边啊，这边如果是黑棋的势力范围，比如说这边黑子比较多，白棋比较担心这块的安全呢，也可以选择另外的下法。另外一种下法呢，就是白棋从脚上动手断打再挡，黑棋当然要拐吃，白棋再跳，这时候呢黑棋不能这样放白棋在脚里面放的气太长，比如说黑的要是这样冲了打，白棋接上，黑的走出来，白的脚虽然没活，但是这一长黑棋有点难以对付，黑棋这个贴虽然是先手，但白棋拐也是先手，这里要夹死黑棋，黑棋要是硬的话呢这个贴就变成后手，那是不行的，那么这个贴是后手的话呢黑棋就只有爬，那爬完如果爬二路一路爬过来的话，即使能吃掉白棋的脚，黑棋也是大亏，如果只能爬二路下成这样，黑棋是显然是亏大了，所以黑棋呢只能想办法搬完贴然后再度过，那么下成这样的话呢脚上还有问题，白棋一扑立先手，脚上就已经活掉了，所以黑棋要吃脚还得再补，那这边又轮白棋动手再把它靠进去，这个黑棋也是不行的，那边已经被挤压到一路了，这边一靠下去呢黑棋还
很难对付，所以这个图黑棋不成立。那么冲完挡不行，剩下的就只有冲断啊，冲断这是一个著名的手筋，局部呢可以把白棋吃成一个啊，俗称大头鬼的棋形。白的只能往这边打吃，往这边打吃被一立呢，金鸡独立，白的已经死了。打吃，黑棋立之后呢，收气，打完再扑。这个下法是一个基本手筋，一粘，白棋这个棋形是一个大头鬼，不能再团了，团被黑棋一挡全死了。但是即使被吃成这样啊，也是白棋好，这个是比较让人意外的。白棋现在就这么爬过来就可以了，黑的再长也没什么意义，白棋就再爬。黑的如果再长就不行了，被白棋一团，白棋这儿有个眼，活掉了。那么这个一长黑棋受不了，所以呢黑的只能吃回去，白棋打吃。虽然三个子棋筋是被吃掉了，但是白棋回提之后，大家可以来判断一下，黑棋先占的角，但是呢现在白棋的目数并不比黑棋少。那么双方的手数也是一样的，白棋棋形呢感觉比黑棋还要厚实一些，黑棋在这个地方始终留着一点可以借用的地方，白棋将来在这一带还有先手。白棋目数并不比黑棋少啊，棋形呢也不比黑棋薄，黑棋在自己先走的脚上呢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所以白棋这样下也是一个很简明的对策。那么也就是说黑棋这个横顶的下法为什么基本上没有高手采用这样的下法呢，就是因为白棋并不难对这一招并不难对付，白棋只要长上边搬下去之后呢，根据情况选择断打刚才那个变化，或者是长出来这两个变化黑棋都占不到什么便宜所以这个下法一般是被否定的。那么以前呢还曾经出现过一个比较特别的下法一度呢被认为也是非常有利的，就是靠完之后黑棋不长在这儿，而是现在来横顶。那白的如果立下呢，黑棋长到这个点这个刚才我们给大家分析过了，如果下成这样的话呢是黑棋比较有利的，那么所以白棋当然要反派打吃。那白棋打吃呢下一手黑棋当然不能粘了，粘住是典型的鱼形，黑棋往底下打过，白的提的话黑棋长虽然是被提朵花，但黑棋实地也捞了不少对于这个棋形呢，现在一般认为白棋这个棋形很厚实在这边呢黑棋飞的话白棋可以靠住它，走这个的话呢白棋靠断了之后打吃虎也可以把黑棋封在里面，所以白棋在这边呢还是很有潜力的。白的就简明的提一朵花，白的就不坏所以黑棋这样横顶的下法呢也是比较少见了最近没有什么人这样选择。那么曾经呢白棋还有过一种很奇特的下法在某些场合的话也是作为一种开拓思路的也是不错的手段，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白棋也不一定提这个子，居然还有挡下去这样的下法那么这个挡下去也很有意思，不但不提还让黑棋提了之后呢白棋再挖吃
主要是因为黑棋这个子啊，刚好被白棋断开，所以白棋有这么奇特的下法。黑的粘上，白的接住，黑棋断吃。当然，白棋这个下法的前提肯定也是要能争掉这个子。那么这个时候，白棋如果劫材有力打上去，假设黑棋粘，白棋再把这个争掉啊，白棋连弃两个子之后呢，把这个爆吃了。这个在某些场合也是很有意思的，值得考虑的变化。那么白棋挡下去再挖打的时候啊，黑棋如果不粘打劫，那当然这个就要看谁劫才有力了。白棋提啊，如果白棋劫才比较有力呢，黑棋就只能度过啊。如果白棋劫才非常有力呢，直接提在这儿啊。如果黑棋连这个劫都打不过，虎在这儿的话，那啊黑棋感觉上就比较亏了啊，脚上还有啊，脚上还有麻烦。这边呢啊已经被白棋打回去了。那么如果黑的劫材比较有利，黑棋这样搂打过来，那么白的粘上，黑的呢虎补在外边，白棋提示先手，不过黑棋可以啊尖在这儿，是一个补棋的好形啊。这样呢也是黑棋能捞到一些实地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啊。这个白黑棋翻打的时候，黑棋弃子翻打的时候，白棋居然有不提而挡下去这种思路啊，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当然一般的结论是白棋提掉就可以满意了啊，让黑棋捞一点空，但是白棋这个棋形很厚实，这样白棋一般来说是啊就完全能够接受。所以不管是直接横顶或者是靠完再横顶啊，这两种下法呢现在都是很少有棋手采用的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还有一种变化啊，是黑棋穿象眼穿出来啊。这步棋呢好像是很早以前日本的一位九段棋手叫尾原武雄九段啊，他一开始创造了这一步棋啊。那么穿出来呢显然它也是可以分段白棋，这步棋呢可能比刚才这两招呢更难对付一些啊。一般来说白棋的下法呢是穿象眼啊，当然白棋这样硬挡也未必不行啊，硬挡也是啊直接硬碰硬的作战啊，说不定也是一种很有利的下法。黑棋呢这棋形是顶断，顶断了之后白棋再长出来跟黑棋作战啊，这个也是一个复杂的很复杂的一场战斗。那么但是一般的我们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也可以说是定式化的下法呢，白棋是穿这个，白棋穿这个的话，黑棋当然要啊为了跟这个下法连贯，当然要冲断白棋，那么白的挡下来，黑的穿下来啊，穿下来之后白棋如果扳脚上吃这个子的话啊，这样就形成一种啊地和势的转换，白棋呢在脚上得到了实地，黑棋把这个子穿下来，那么穿下这个子究竟能有多少价值呢，还是要看配合。如果这边是黑子，那么黑棋穿下来之后再在这一带走一步啊，那所得也是相当可观的。那么白棋比扳脚，一般认为比扳到脚上更有利一点的下法呢是扳在这儿。黑的如果拐头，那么白棋再虎回去啊，这一下白棋明显是便宜了。黑的如果挡呢，白棋就粘，黑的必须不断，那白棋
脚上再补一个，这个脚吃的也是非常的大。一般现代棋呢，越来越注就是非常注重实地的啊，这样的图呢，肯定是喜欢白棋的棋手比较多。那么黑棋这个脚就这么干净的死掉，有点不甘心，他希望给白棋脚上留点味道。那么立下，白的当然只能粘，黑棋再拐。这时候脚上两个子，白棋有各种各样的吃法，但黑棋就看白的怎么吃。如果走在这儿呢，这个脚上味道太坏了，黑棋跳下去之后，下一步一虎就要活了。白棋如果这样来吃的话啊，这个味道相当的糟糕。被黑棋点刺在这儿，白棋棋形很凝重的感觉。那么如果直接尖呢，黑棋从外面飞点来利用啊，这个白的脚上也还是要补棋。那么一般认为白棋吃的比较干净的手法呢，是夹在这儿，这个夹也比较清楚，黑的没有什么脚上没有什么可以折腾的余地，扳的话白棋就断，没有多少可以折腾的余地。拐的话呢啊，白棋再退，这个黑棋送在里边。那么黑棋通过这个力啊，他再弃起子来呢，他也有一定的这个余位，靠在外边啊。白的最紧凑的下法呢是扳，这时候呢黑棋断是一步受尽啊。白的如果是这样顶吃，黑棋这时候挤吃啊，考验白棋一下，挤吃。白的如果提，那黑棋断打了之后，他可以得到这个拐的先手，白棋还得走一个啊。那这样呢，黑棋先手得到一个外势啊。如果在这边价值比较大的场合，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图。那么白棋如果不想让黑棋得到这个二路拐的先手，在黑棋断，白棋如果顶吃，黑棋打，白棋如果不想让黑棋先手拐呢，就只能粘上。那么黑棋可以得到这边先手胡打的便宜啊。这个黑棋啊，左边右边他考验白棋，他总要便宜你啊。当然白棋就这么一个一个都忍住啊，这也是一种下法。这个谁吃亏谁便宜呢，关键还要看外边的配合啊。如果黑棋的外势，比方说我们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这样的局面黑棋的外势都没有什么大用的话呢，白棋这样简明的下也是就可以满意了。那么就这个局部来说，黑棋靠断考验白棋啊，白棋局部呢也有非常有意思的很顽强的抵抗手段，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白棋不顶吃在这里，白棋打在这儿，黑棋跑呢白棋一打没有意义。黑棋这时候的最强手段呢是击打，因为黑棋现在如果再这样打吃，白棋接住，黑棋打吃的时候，大家啊注意这个区别。刚才这个白子在这儿，那么他只能提掉，因为立的话又被黑棋先手挡一下，只能提在这儿。那么现在白棋打在二路的话呢，他肯定不会提，而是粘在这儿啊。这个白棋的脚大多了，这边黑棋还漏风啊，这一点差别对于职业棋手来说还是蛮大的。所以这个图呢黑棋就不太能接受，白棋的脚太大了。那么黑棋靠断之后，白棋打在这儿，黑棋怎么办呢？最顽强的下法是击打。白的如果提的话，黑棋断打，白棋只能粘上，黑棋先手拐啊，又转到这边来，得到了这边这个先手拐的便宜。好，那么黑棋击打的时候，白棋如果提啊，也可以看作一种妥协啊。
最强的下法呢是不提，而是粘上，这个也挺有意思。那么黑棋当然粘上，这时候爬绝对的是一个要点啊，不爬的话白的都要死。那么黑棋现在的下法是先延气，白棋接住，延完气之后呢，黑棋再挡住，再挡住之后，我们看一下这里，白的收气就可以吃掉黑棋。但是吃掉黑棋呢，又成为一种什么状态呢？黑棋先胡打一下，再先手拐，黑的又可以说是成功弃子了，因为白棋虽然是收气吃掉了角上，但是黑棋得到了这个拐的先手便宜，这边得到了胡打的先手便宜啊，这个黑棋弃子呢，应该说白被黑棋这样弃子，白棋还是不太甘心。那么白棋现在明明一挡就可以吃掉黑棋，但是白棋呢还有故意不吃的下法，就是爬出来。这个局部这样的变化呢，现在已经很少在实战当中看到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还是这种下法呢还是时常能够看见的。现在虽然已经比较少见了，但是呢作为一个就是这个定式发展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还是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这个比如说这种有的吃但是不吃啊，已经爬反倒要爬出来啊，这一类的这种想法呢，还是值得大家学习，值得大家参考的。那么爬出来黑棋如果如果这么跟着退，那白棋再挡回去，这个差别就是很明显的了。白棋爬了一下，黑棋再拐就是后手了。那么拐是后手的话，将来黑棋要是在这里再围控，那这个地方的目数的差别将会非常的大。那么所以被白棋这么白爬一下，黑棋肯定是不甘心的。黑棋不甘心，那么黑的怎么办呢？黑棋这几个子它还是有活力的，黑棋可以断打，白棋必须长，黑的爬，白的也必须长，再爬，这都是命令啊！白的不跟着长就死了。哎，这时候黑的一爬呢，他反过来就可以把白棋这四个子吃掉了。黑棋两边都是四口气，白棋呢只有三口气，白的呢局部死掉了这地方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的问题就是，白的如果搬这儿的话，黑棋扑一个是要点。白棋提，黑棋再立，这样吃的比较干净。黑棋千万别千万别一不小心随手搬到这儿，那么这就有点麻烦，被白的一扑，黑的如果提的话，白棋再粘，这样就形成黑棋左右两边都是一种进不去不入气的状态，这个黑的就麻烦大，反倒被吃了。所以在这种细节上呢，一定要计算清楚。那么白棋这四个子反倒被黑棋吃掉了，黑棋这一块死棋它复活了，是不是这样下白棋就不行了呢？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白棋这个爬出来的下法本身它就已经计算到黑棋有这样吃掉白棋脚上的手段。那么白棋为什么明明知道脚上会被吃还要选择这样爬出来这个变化呢？我们下期再为大家继续讲解。那么好的这一期我们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谢谢收看，再见。